背中破开，天桥，天丝。好，接下来每一片都分开。好，全部分好之后，把头型新皮挑出来，把二层的自己头用刀把它掰碎，把这挑出来的头型新皮包裹在外面一圈，再把不锈钢圈套进去。好，这样套好之后，再把它对中分开，再把这个事先削好的竹针向这个中心扎下去，方向摆好，不要扎偏。然后把这个竹筋头砍掉，再把这个给剥开，好，下面剥一撮，把它再一个竹筋扎进去，再一遍掉出来，直接往里扎。好，可以，再把它继续掉。好，再把这个连起，把这头砍齐。好，再把胸口一打眼三挂成。好，这是用竹刀做的，没有毛病的。好，再下这一层挂成。然后这两根火把朝下背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把背线，连上的背之后，把这出来的布料拉紧掉。好，再把这个手臂挂起来，别的地方再挂上。